的巨魔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血肉之躯的限制。先插个眼儿给他，让他打野，然后我们把他红给他抢了。哎呦我这鱿鱼跟我俩走位，你不多让那维恩点两下啊。全军出击。来了啊，巨魔打野真不错，巨魔打野真不错。真不，我操，他攻速这么快，哎呦慢了0.1秒钟。真不错。没 A 出来。真不错。你怕啥，你怎么让人白点呢就啊。这维恩真的就让人白 A 还也不还手，你是真不错。咋的呀？这一下憋回去，不打了。炸！跟我对狙。你看我泡不泡你就完事儿了。这寒冰刀给你补的。真好，永恒的边缘上。我等个法力流气弹，我会让你见识一下。炸炸！一平 A 致命点燃，再炸这鱿鱼不走位，再炸平 A 吃饼干 A E A 炸平 A， nice 兄弟。配合的不错啊，拦不住我，两个兵一个没补着。那唯独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把啊比较瑕疵的地方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巨魔的那个 buff 我没拿着。那巨魔 buff 没拿着很难受啊。
来往这里边走，这鱿鱼是不搁这儿呢？你给我炸，你给我死，还敢玩鱿鱼？耶，炸！你也不行事儿啊，把外面的网页给它关了。哎呀，车没补着。那这些兵不都是我的了吗？来，炸一，没意到。跟我俩玩几盒，我最后炸你一下，我就回家了。跟我走呗，是吧？走呗，是不？是不走呗？走呗，是不？是不走呗？好鱿鱼啊，走呗。给我中炸，再炸，巨魔不敢上，没事，炸，马上我们升级啊，来升了，丢丢啊，丢 nice。我操！艾黎威恩，我才发现他那鱿鱼怎么死的，这么猛，还有这种操作，兄弟，我长知识了啊！我这鱿鱼怎么回事？怎么鱿鱼怎么死的？从他身上飞出来个东西。先插个眼儿吧，带个扫描。哎呀，直接来一个美甲的窃魂卷。我永恒不灭。炸！他们将因果而亡。炸！一中，炸！再炸，对狙是吧？别着急啊，我告诉你，有你不好受的时候。炸，再炸，一 A， 你没法躲啊，兜兜兜。好走呗，耶 ！W 炸，
这再出来就死，我告诉你，再炸。再炸炸啊，回蓝。再炸。这散。偷袭啊，偷袭。归零了。来个针眼吧。超然于凡尘俗世。我其实真是大意了，你知道吧，我大意了。我没想到那寒冰能射我，关键他前面也没射过，你知道吧，他突然一射让我有点猝不及防。哎，我补了这么半天招，才补了12个吗？我记得我补老多刀了。你跟我对狙，你跟我对狙，你跟我对狙，来，兜兜兜，我操，耶，打把妞，点烟，炸，插眼儿，给我杀兄弟。给我杀！别怕，能点过。杀我，你是要付出代价。我跟你说，梅音别跟他玩了，这梅音，梅音跟鱿鱼玩上能玩得过去？算了。四层还行。插个眼儿的，这鱿鱼怎么回事？这鱿鱼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把眼儿拍了。给我杀！定，打不溜。你很喜欢赶客是吧？你这闪给你闪的，兜兜兜，炸！无所谓。我靠，这也能打着我！R 不是有四发吗？没，三发，一级三发，二级四发。
三级五发，明白了吗？炸！再炸！再炸！炸！哇，我们这 poke 可以啊！炸！炸！炸！耶、yeah ！炸！炸闪现！炸！炸！一百块钱，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有这真有这么便宜吗？这谁打的鸡？可恶！兜兜兜，回家了。耶！哎呦我天哪，这鱿鱼！可恶的鱿鱼！我败了，我没有对过的鱿鱼，我的狙没打过他。我今天势必啊要干这个鱿鱼。这里头没有眼儿，他只是想过来查眼儿，应该是。也打不了，炸！没有了，那眼儿消失了。这蓝 buff 我指定要给他拿回来啊！这鱿鱼，我告诉你，这鱿鱼，俺俩指定没完，鱿鱼，炸！一。打不了，可恶，真是可恶，我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我得再往后点了，我发现我得猥琐一点，开始有点盯上我了，发现没有啊，盯上我了，有点，我们得再往后点了。他们家有寒冰，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我。这明显的是要出个女妖了，咱先打个蓝 buff 升个十一级啊，算了，先尿他们一口吧。兜兜尽力了，尽力而为吧。短了我也没办法。等这小兵都没，然后把这些兵给他炸没，让亚索让他砸，炸，他
他居然不秀我，身为一个亚索零杠十居然不秀泽拉斯，我没想到啊。试一下昨天那个眼位怎么样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超然于凡尘俗世。往后点啊，这回往后点。嗯，在队友后边。炸！中！再炸！炸！炸一！W 走位闪现炸点燃走位嗨呀，这英雄玩的真没意思，我得来个女妖了。可不能玩这种后排猥琐英雄，你知道吗？玩这种英雄就得忍受被人给干的这种痛苦，我们就得干别人。像这塞拉斯，我要玩个猴我就打死他，这大爷的，天哪，他十四级，他等级有点高啊。我才发现这塞拉斯好像有点猛啊，我们一定得猥琐一点啊，下波一定得猥琐一点，一定得猥琐一点，就在后边把我们的书先给他攒到25层然后再死，其实都可以，一定要猥琐一点。这亚索怎么回事？炸！再炸！掉！炸！再炸！兜兜兜兜！哎，6层啊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他们将因我而亡。慢慢来。插个眼儿的，中，小老弟呀、啊。我要猥琐起来了，你们还是什么？
炸。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火法。我们家好像大龙能打下来啊，现在咱是十层，把蓝给我打一下啊，我需要个蓝 buff。 完了，这两层书没拿着。呀，这维恩死的惨呐，一瞬间维恩没了，简称瞬间爆炸炸。再炸耶，打把妞炸，兜兜兜，你给我死！打把妞，炸！拆塔，我十四了啊！耶！打把妞，点烟，炸！干嘛呀？你大爷的！像个犊子似的，你瞅瞅你，嗯？炸！再炸！炸！行了啊，他能支了我了，我们往后点，寒冰也能射我们，赶紧跑啊，猥琐一点，一定要记得猥琐一点，看见吗，寒冰射了，兜兜兜兜，哎呦我这鱿鱼，这鱿鱼可以啊，这鱿鱼的走位不错。其实我刚才就是故意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有些人吧，看我尿的比较准，他演戏，他是我脚本，你知道吗？先回家抽个女妖了，这不要了，直接卖了。来个虚空之杖。再抽个帽子就可以了。看透我的真实面貌，到时候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我看看这寒冰，我能不能四发把他尿死？看来不行，这寒冰出影魔刀了。哎，鱿鱼。世界将会崩塌，万国将会流下。鱿鱼。谁打电话？喂。嗯，这精神病，整个机器人还问两遍。喂，你好，我说哎，哎，喂，你好，好个屁，我一点也不好，炸死了，俺吃大宝宝。不上，
炸！往后点啊！现在是中路对狙时间，炸！兜来寒冰，兜兜兜，这维恩正我 R 的时候啊，给人推跑了你的，哎。在我正 R 人家的时候给人推跑了，对了，星界专注忘记出了，应该出个星界专注的。